那四十除以二减三，加四除以二，四除以二等于二，四除以二等于二，三二除以二的话，三二除以二，对，是三二除以二，三二二一得二二，十六四十六，十六减四，十六减四，哎，怎么变十二？你们是通灵？答对，答对，肯定大家的第一题都超难。对，认真，而且答对一题就赢了嘛。对啊，他一定不会让我们那么轻松的、啊。哪那么简单？你第一上去你赢了，我后面就不用玩了。对啊，就不用上去了。所以以节目长度来讲，一二棒肯定是要再爬一次。对，我觉得很有可能，很有可能。题目都跟你们有关，但是各种类型都有。搞不好你们那个出不出来，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欸。他们是可以看的吗？可以啊。我们这边先讨论一轮，这是有关于我的。就一张而已、啊。搞不好我自己都不知道。就一张而已、啊。我姐姐的老公的儿子，老婆女儿要叫我什么？等一下，我的姐姐。姐姐的老公就姐夫。我要把题目，我这张不能拿上去嘛。外甥。所以就是姐姐的儿子。外甥的老婆的女儿。姐姐老公的儿子就姐姐的儿子嘛，所以姐姐的儿子的老婆，儿子的老婆，姐姐的儿子，他们的小孩，姐姐的儿子的老婆，哎，不对哦，你姐姐孙，你是等于是姐夫哦，没有啦，是姐夫的儿子哦，所以要叫他，不是你姐姐的儿子哦，请问一下这题跟我有什么关联？你的姐姐啊。你的哇哦，烂透哇哦！还有什么人告诉我短一点？他说什么？六月十二号，还有奥运，然后什么金敏泽？徐冠球国手是2017年，2017年，对，烂透哇哦，烂透！等一下，我觉得你赶快背一下，我觉得这个是重点，的默契没有关系。答案不是重点，重点是你背得起来吗？对呀，这个不能失误，哎，失误就没了。我姐姐的老公的儿子的老婆的女儿要叫我什么？好白痴哦，超白痴的，超级白痴啊！哎呦喂，有够智障的啦！你姐姐的儿子就是你的侄子嘛？侄子的女儿，侄子的女儿，姐姐，鞋子哥，我老公的姐姐的儿子的老婆的女儿的爸爸是叫什么？不是啊，是爸，是老公，他们在混乱我，不是，他们在混乱我。我姐姐的老公的儿子的老婆的女儿的妈妈的爸爸，不对，想说这爸爸的儿子的女儿。这对我觉得对紫薇来讲有点难呢，因为他才20出头。对于这个，因为其实老实说，连我这个年纪，对于这个关系，有一些我都也还搞不太清楚。啊，累了，脚酸了。身高，身高，我身高，我刚问了好久，问了，真的问了。可是我觉得他不会跑那么简单的。血型，我好像也问了，好险。哎、欸，他住在哪里啊？他不可能问他住在哪裡，因为他私密了。对。啊，好险！刚刚已经问清楚，他在最后一块一个时间的时候，把不同的问清楚的。你确定？他都问到那种什么灵魂的部分，我还问到什么假牙哎、欸，我假牙都问了。那有吗？假牙？他问的乱报，他都是问那种很近期的，比较近期的，通常是近期的新闻。对啊，应该要近期的吧？不要撞。对啊，谁会想要？好难的，我要记我的公式，你不要吵我，不太忘了掉。有什么公式？因为我要背他什么公式。啊，累了，脚酸了。王志哥，我来了，我也来了。对，你好，我脚好酸哦。我跟你讲，辛苦了。想好再打。好，想好再打。他们不能听，对不对？可以啊，大家都可以听啊。来，你们为什么？来，想好再回答。听好了。嗯。我的这一题是，想好再打。好。我。你。姐姐。你姐姐的老公，的老公，我姐姐的老公，的儿子的老婆啊，的女儿，老婆的女儿，要叫我什么？太难了，姐姐这个，大家再讲一次哦，我姐姐的老公的老公，你姐姐的老公的儿子的儿子，就是他们的儿子啊，你姐姐老公的儿子，对，我知道。嗯，你姐姐我姐姐的老公的儿子，就是你姐他们的儿子，他的老婆，对，的女儿，的女儿要叫我什么？这个我，这个太难了。已经不是，我知道，真的。舅舅，确定吗？不确定。
可惜。好，那就九，恭喜，答错，是答案是。答案是什么？我能知道答案吗？答案是什么？九宫，九宫，就我差一点吗？哦，可恶！这真的很难。谁这个傻了？第一题果然是最难的。对啊，一定下来。哎，我的体力跑了，可以让他下来吗？他跑不下来。哇，好啊，你密麻麻的，哇，你完蛋了，这背着谁？看一下，他背得起来。你先坐下，我看一下。彩虹有红橙黄绿蓝靛紫，我喜欢的有绿黄蓝红黑白灰。请问彩虹的第五个颜色混合我喜欢的第二个颜色会变成什么颜色？等一下，第五红橙黄绿蓝色。我看到你这个我开心多了。绿黄蓝红黑白灰。彩虹有红橙黄绿蓝靛紫。绿黄白红蓝蓝绿蓝靛紫。请问彩虹的第五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绿色、蓝色、绿色。绿黄蓝红黑白灰，绿黄蓝红黑白灰，绿黄蓝红黑白灰，绿黄蓝红黑白灰。蓝斧哥，你家的狗叫什么名字？干扰，他在背颜色啊，他在干扰的，对，干扰是颜色，我听到他在背颜色。可是他背颜色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要背吗？绿、黄、蓝、红，有可能，因为让他可以翻。喂，不要问你。可以送一次绿、黄、蓝、红、黑、白。彩虹的颜色是红、橙、黄、绿、蓝、靛、紫。我喜欢的颜色是绿、黄、蓝、红、黑、白、灰。请问，把彩虹的第五个颜色跟我喜欢的第二个颜色混合起来会变成什么颜色？绿黄绿黄黄红橙黄绿蓝黄蓝绿黄蓝绿。确定了？确定，恭喜，答对。厉害，老棒，聪明，聪明又机灵，看他多快就，然后又轻，又轻。今天我选他真的是啊，天选完美的另外一半，真的是。班上，而且你刚刚选那一秒就毫不犹豫的就好了，超快，他超快，他一听完马上就是，而且他一上来就背好了。对，我们两个去约会了，走，我们去约会了，真的值得约会一下，很棒，赶快去野餐，我们可以看的。哇，那我们是不用上去了。还有两组啊，还有一个什么？哎，拜托你答对好不好？答对，直接放弃，不想爬。看一下什么什么？来，我哎，这个有默契哦，这个就是默契了。刚才餐盒中第一口吃的食物是你不能给 pass 的，就是他上去是不能讲话的，上去你只能讲题目。你上去不能讲哦，是餐盒中第一个食物哦。餐盒中第一个食物哦，餐盒中第一个食物，不能讲错。因为像几个臭男生在玩游戏。第一口。博翔加油！在哪里哦？还没看到他。他在背。三角。答案是花椰菜，但我不知道他会不会答对。希望答对了。请问我刚才，请问一点思念，请问我刚才，我们不再需要谎言，不再需要蜜语甜言，在餐盒中，山盟海誓，第一口吃的食物是，请问我刚才，在餐盒中，第一口吃的食物是，哇，想暗示，想暗示啊，没有，不行，完全不行，他刚第一口吃什么？他吃很多哎。吃好多，那九宫格里面几乎一半都他在吃。等一下回放的时候就看我在吃，但是，什么金线米粉啊，有个炒米粉。米粉，答案确定吗？确定。好，恭喜，答错。我第一口吃的是花椰菜，绿色的花椰菜。有没
没有注意到跟黄色很像吗？不是，因为我没有注意到你吃第一口的东西，我只注意到你吃第二口。那我就下去就好了。啊，对不起。没事。刚才梦过这一幕哎，我梦过这一幕。梦过这一幕。第四梦来了，等一下我下一个。可能。那你有预知梦梦到你的题目是什么吗？佳佳想不吵，我刚刚你刚刚一闪过那个颜色。预知梦下一个会是什么？刚刚他站在那一幕我也梦过。我自己觉得是跟。可能跟颜色有关，好像也跟颜色有关。下一题跟颜色有关，然后下一题是找你的。我觉得你的可能是数学，因为我刚刚看到的是那个颜色已经过了，就刚刚那一块非常清楚。因为我跟你说，我本来因为通灵，我跟你说我帮你驱魔嘛，所以刚刚上的那一幕，他刚走到去那边完全梦过。那你既然这么厉害，你有试着帮自己驱魔吗？我不用驱哎，我不用驱哎，我很干净的，我把八卦镜都还在车上哎。你不怕大帅？我超怕鬼的。你不怕大帅？我最怕就是鬼，好不好？我圣水干净的要死。圣水碰到你身上不会生疤吗？我不能接受任何鬼在旁边的，我是一个很干净的人，好吗？我心中是纯洁的，好不好？来，下来，许梦哲换你，好，换我。看一下，二乘七加六乘三加四除以二减三等于多少？哇塞！对，是它是二乘七加，还要先乘除二乘七，二乘七加六乘三，再加四减，加四除以二减三除以四，再加二乘以二乘。二乘七加八再减六，二乘七加六乘六是六乘三吧？减六除以二加二加六乘三，最主要是加四，对，最主要是后面还是乘以四乘以八，五六不能往加六加五六不能往五六不能往五六加六乘三，好，我可以三加二乘七加六四乘二九加二乘七加六乘六加四除以二减三六乘七加，你忘记了啦。二乘七加，梦哲说，然后许梦哲说他忘记。我从蓝红黑白灰加六乘三，蜜花野菜。哎，我找到二乘七加六乘三，一加八八加九，二减三，九加二十七，二乘七加六乘三，蜜花野菜，二乘七，九加四乘三加四除以二减三。我很紧张，我很难，但我很喘。好，慢慢来，我慢慢喘，慢慢过来一点。二乘以七，我就知道，数学班好，二乘七十四加。十四再加多，你不要吵我。二乘以七，加六乘以三，加六三十八，十八加三十二，四除以二，三十二减三，等于多少？除以四，你说再说一次，三十二之后呢？四十二，四除以二就是三十二，怎样？最后是加四除以二减三，等于多少？加四除二等于二嘛，十六，十六减三是三十三嘛？再来一次，我先算十三。二乘以七加六乘以三，加六乘以三十八，等等，十八十八三二，三二加四十除以二减三，加四除以二，四除以二等于二，四除以二等于二，三二除以二的话，三二除以二，对，是三二除以二。三二二一得二二十六四十六十六减四十六减四，哎，怎么变十二？你们是通灵？你怎么自己会丢一下？十二还是三？再来一次，我最后总算一次。好，看好了，这个难背，这个其实走到一半自己会有问号，所以他刚刚一直念到中间，他自己就忘记了。这是刚刚我们所谓的词句题吧？哎。除非好了啦，该下来了啦。除非有神机。不要急，不要急，静下心来，冷静，我再处理，不要回想他讲什么。三十，我想你的预知梦，不要吵我。第一个是，他预知梦说是颜色，对啊，思考数字。第一个是三十二，然后他说会变成一个，会变三十二再加上四除以二减三。三十二再加二，三十二加三十二加三十二加二等于三十四，三十四加三一了。对，答案是三十一。三十一，恭喜，答对！哇，很简单，很简单，数学题衡。我学会乱算了，我跟你说，我数学反正很好。来，有我在你就安了。OK， 有我在你就安，放心。好强哦，这个射门都空的耶。嗯，会放空的。刚答三十一，三十一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还会开根号。答对的时候，哦，我数学很好。你下次出难一点，我还会开根号。放在哪里啊？我预知梦也算算。真的，他给你成功了。我预知会通灵，会算数学。拜托，送你们哪一招？拜托一下，好吧？然后还会帮忙收金，对不对？帮你收金，帮你收，没事没事。OK， 没事的。好，我们可以走了。你们的篮子，你们的篮子，我没有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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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